我叫雷小米，最爱泡澡加按摩，上幼儿园跟小朋友玩，回到家就跟爸爸玩。你是个屁娃娃！饿了就吃一顿，困了就睡一觉，太舒服了。不要做梦了，雷小米，醒哈，你是半夜迟到喽。我叫雷大力，我答应过他妈妈的，一定要让雷小米有出息。说啊，行。老孩的人生可以输，但娃儿的人生一定要赢。越努力，精神点。人生就是这样，这是老孩能为你想的最好的方法了。为了雷小米，我每天都在拼命。入学通知没收到。你算啥子嘛？你走！你花那么多钱去买个胸针，你脑壳都进屎了。已经走不出来。所有人都在跑，你不敢求嘛？你可不可以为自己胸前胸前再拼一次？